我家附近又刷了一个变形蜘蛛，我真是烦死了，能不能不要往我家刷了呀？另外呢，咱们这个刷铁轨机也运行了一天一夜啊，看一下这个成果特别的多啊，有很多红石、铁锭还有黄金。那有了大量的资源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去制作这个炮台了。在末日之中，没有任何和我并肩作战的伙伴，所以说这个炮台就成了我们的伙伴啊。我们需要多做一点啊，帮我们一起抵御僵尸的进攻。炮台一共有五种基座啊，五级这个太贵了，我们做不起，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四级的，四级的就够啊。四级的呢，做起来也特别的简单，但是比较繁琐，只需要用到红石、黄金还有钻石还有铁锭啊等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基座。费了好大的功夫，我们终于做了一个四级的传感器。接下来呢，咱们还需要做一下这个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基座啊，需要用到这个三级基座，那我们还要继续做。好的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四级的炮塔基座搞定了。有了炮塔基座之后呢，咱们还需要做这个投射器啊，比如说这个低级投射炮塔，还有这个土豆加农炮塔啊，反正越往后它是越厉害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不能做特别厉害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弹药。像这个机关枪炮塔呢，我们只需要用到这个机关枪的弹药就好了。这个弹药做起来比较好做啊，像这个榴弹发射炮塔，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制导火箭，需要用到 TNT， 所以这个我们肯定是做不了的，对吧？在这个世界里边找 TNT 还是比较麻烦的，所以说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榴弹吧。榴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，需要用到火药、红石还有铁锭。那咱们就来做一个榴弹炮台。哎呦，这个东西做起来也特别的麻烦啊，兄弟们可以看一下，又需要大量的东西。那我们继续一个一个做，那下面的过程还是给大家加速一下。OK， 榴弹发射炮塔已就位。有了这两个东西之后呢，咱们这个炮台就可以运行了。先放下基座，然后呢上边放一个炮塔，这样的话我们只缺弹药，咱们就可以让它发射了。这边呢我们可以添加这个弹药啊，我们去做一下啊，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弹药、榴弹，我们做两组吧，两组暂时够用了。 OK， 弹药给它放进去，来试一下它会不会打怪。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打怪了，范围现在是20格，只要20格之内有敌对生物它就会攻击。哎呦，不过20格之内好像没有，我们能不能先把它搬下去，搬下去试一下会不会发射。这边有一个变形生物啊，别急，先放基座再放炮台，然后呢给它添加弹药，快快快。 OK， 来过来打我，我们先把它勾引过了啊，看一下我们这个炮台会不会帮我打它，快打。哎，快打呀你。哎，这炮台怎么回事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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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直接就给我秒了。哎呦，那不对呀，兄弟们，这个炮台现在还不能发射炮弹，还需要什么配件吗？等会儿，不过现在问题来了，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个炮台拿回来呀？看一下啊，等会儿，这个怪物就守在我的炮台旁边，我们绕一下吧，看一下能不能悄悄咪咪的不让它发现。从这边，小心点，小心小心，我们直接冲过去，先把这个炮台卸下来，它没有发现我，快，快，快点儿。快穿 OK OK， 好，我们先回家，还好没有发现我啊。我明白了，兄弟们，可能还需要一个动力源啊，比如说这个太阳能芯片，有了这个东西之后，这个炮台才会有动能，才会发射炮弹，对吧？这个做起来也特别的简单啊，我们来一个太阳能芯片，来把这个芯片放在附件槽，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发射炮弹了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呢，咱们还可以给这个炮台放其他的附件，或者给它升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弹药循环啊，炮塔每一次攻击都有几率不使用弹药，或者会自行生产弹药。哇，这个东西好呀，但是需要末影箱。哎，末影箱咱们好像有一个末影之眼，哎，咱们可以做一个这个。 OK， 可以的，我们来做一个，然后呢我们下去试一下啊，这次应该是没有问题啊。把这个弹药放下，把这个太阳能芯片也放下，这边有怪啊，我们把它勾引过来。来，它还不过来，来来来，来呀来呀，快过来，快打我，来了。好，我们往后跑啊，看一下这个炮台的威力怎么样，给我干他。哎，看到没有，发射了一个啊，快打呀，他这个射速有点慢。哎，又打了一发，
哦，两发解决了一个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如果这个东西多一点，这个威力还是相当大的。不过我们现在只做了一个啊，后期我们一定要多做一些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先回家。现在射速比较慢，我们需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我记得有一个升级组件可以让这个东西的射速变高一点，咱们可以一会儿再做一下。先把家附近稍微清理一下，哇，这怪太多了。不过这些普通的怪对我们来说没有危险啊，但是变异生物还是特别恐怖的。升级组件射速需要用到石英烈焰粉，哇，也比较简单啊，咱们可以做一下这个。烈焰粉咱们是有的，但石英没有，我们可以去下界挖一些石英。OK， 这边有一些石英，16个，够了够了，我们回家。哎，找出来一个寄生柱，赶紧把它解决啊！这玩意儿刷新在我们家附近可不是一件好事儿，这个东西是会召唤怪物的，赶紧把它干掉。太肉了吧这野啊，一梭子还没有打死，赶紧。快快快，别让他召唤出来，给他一剑。 OK， 解决，有惊无险。我们先把这个射速的升级组件给他做一下，来吧，搞一个射速升级，然后呢给他放在我们的炮台里边。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炮台，我觉得还是不行的，最起码我觉得应该有四个啊。这样吧，兄弟们，我们线下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的话，咱们就多做一些这个东西，做起来也比较简单，只是比较费时间啊。我们在四个角落分别摆一个。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大家拜拜。